大家好，我是黄子佼，恭喜新奇卫视台湾大歌厅100期哦，在这个时代节目做到100期，一定是有口皆碑。然后呢，主持人要够优秀，来宾要够坚强，才可以做到这种境界。不过我相信呢，这个100集只是个开始，接下来要迈向200集、300集，祝福大家，恭喜恭喜！感谢观众朋友的支持和爱护，台湾大歌厅即将迈入播出100集，每礼拜六暗时7点，敬请锁定新竹电视台台湾大歌厅。